伸手来了，做做看这20题吧。第一题好长哦。Bruce frequently move into a lower tax bracket because 在讲什么不知道。Because he 怎样 donates to charity and can therefore deduct that amount from his income。好，前半句很难，但是你有抓到关键词就好了。Bruce 这个人，然后什么 lower tax， 跟税金有关。然后我们看后半句 ，because he 怎样 donate 我知道是捐赠，所以捐赠这个字是动词 ，to charity 慈善团体，然后 can therefore deduct 是减少 that amount， 所以应该是讲说你捐钱给慈善团体，你就不用缴那么多税金，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所以这里 donate 是动词，这里应该是要选副词。好，那副词它应该是常常捐款嘛。那常常捐款的话，你 neighbor 就不对了。没有捐款怎么可能扣税 ？Seldom 就是很少，所以应该表达是很长，应该是答案是 A often。那你会说为什么不能选？因为他喜欢捐款。好 ，He likes to。可是你 likes to 这个 to 是不定词，如果选 likes to 的话 ，donate 就不能加 s 啊，对不对 ？donate 就要用原形啊，所以就在这里。好，第二题呢，你有看到它是叫你填一个开头，而且还是逗点吧？这应该是用副词来修饰一整个句子吧，就是修饰后面这一整件事情。所以第一个空格要选的是副词，第一个要选的是副词的话，那只剩跟 A 跟 B 来选。好，然后他说 the exam wasn't 好，应该是说很幸运的考试没有特别的难，没有很难。来，我问你 difficult 是什么词啊？ difficult 是形容词，所以这里应该是什么词会修饰形容词？应该是副词吧，副词。那答案你会选是 terrible 还是 very？Terrible 是很糟，可是 terrible 是形容词，那我们这边要的是副词， very 是副词，所以答案是 B。 第三题， Jasmine got fired， Jasmine 被炒鱿鱼了， because she doesn't work好enough 没有什么足够，所以应该是工作的不够快吧。既然是不够快的话 ，slowly 应该是错的。如果是这应该讲说工作不够快，所以他就被 fire 了。那这里的 work 是动词，所以我们要选的是副词。那你还记得 fast 没有 fastly 这个字吗？吼 ，fast 的形容词跟副词都是长一样的。所以答案是 A。 这一题也想一下哦。他说 We 怎样 appreciate 感谢 your efforts。 好，我们感谢应该是要讲说我们非常感谢。那我已经知道感谢是动词了，所以我这边要选副词，非常感谢。好，这里的那个 very 是用来修饰形容词的或是副词的原级，然后 much 啊是修饰形容词的比较级。那你如果是要讲说我真的很感谢的话，就是惯用语齁，这题答案就是写 very much， we very much appreciate。你也可以把 we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然后 very much， 这样子你可能就比较就是比较像跟你之前的印象比较像啊，就是我们通常都是习惯把 very much 放在最后面，那这个只是提前来，但它其实修饰的都是这个字，都是修饰动词。第五题。
Look how the young lad dog sits and waits for his owner to return. 好，你看那只狗做得多好啊，然后而且就是做得很好，然后等主人回来。嗯，这里的 how 啊是就是感叹，就是说多么的，然后有强调的意思。how 后面可以接副词或是形容词。那我要怎么判断我这里是要接副词还是形容词？你要看的是这一句话 ，That dog sits and waits for his owner。这句话里面，它的关键字，它是句子里面的主要动词是 sits。And waits. 好，如果是 sits and wait 的话，它是一般动词。那一般动词我们就要用副词来修饰，所以这里应该要找的是副词。副词应该是 how nicely.就是代表做得多好啊。来，这一题的选项四个都是副词，所以它要考你单字字义懂不懂齁。那所以你就要看懂这句话了。他说 How could an auditor? Auditor 是审查员、审核员。好， How could an auditor act so 怎样 and not discover such widespread fraud? Fraud 是诈骗，所以审查员怎么会怎么这么的，然后没有发现诈骗，所以应该是要讲说怎么会这么的不小心吧。好，所以是负面的，负面的，这里应该要填一个负面的意思的副词。那答案应该是 carelessly， 就是不小心的。那你说 responsibly 是负责任的，这样子语义就不合。diligently 也是正面的，它是很diligently 就是很勤奋努力的意思。fluently 也是好的，就是正面的副词，它是流利的。好，所以答案应该是 A， 好，说怎么这么不小心，没有发现诈骗行为。这一题你看它的结构，它就是几乎是在开头然后就有一撇逗点，一个逗点，所以它应该是副词，然后要修饰后面这一句一整句话。好，他说 this dish 这道菜， dish 是这道菜不是盘子，这里应该是在讲菜。他说这道菜肴呢 is delicious and nutritious， nutritious 就是很有营养的，美味又营养。 and 什么 is very easy to make， 哇太棒了，美味营养而且又很容易制作。这里应该讲说最棒的是应该是 best of all， and the best of all 最棒的是。那你会说那为什么不要 better than all， 没有 better than all 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好，我们说最棒的是就是 best of all。 好，这题看选项应该是考词性。他说 please be advised that all business related expense， please be advised 就是请注意。好，是注意什么事呢？ all business related expense。 好，假设你看不懂什么是 business related 的，反正没关系，因为你知道他要讲的是 expense。 好，这句话主要结构是所有的花费 should be submitted， 应该要被缴交，所以这里是动词的被动式 to the billing department。 billing department 是请款部门。好，所以这里应该要修饰的是动词缴交，那我们这边应该要选的是副词嘛，副词这题秒杀好不好？ directly 直接，对不对？那你好，等一下你先告诉我C 是什么词性， direction 是什么词性，有 TIN 结尾的，讲到烂的名词，然后有 RY 结尾的，在上一课什么词？上一课形容词。好，所以这里我们要选的是副词嘛，副词。第
1970的 Tokyo Times，Tokyo Times 是一家应该是时报东一个公司的名字哈，就是东京日报。Is 什么 seeking 是找 an outstanding candidate。好，主持是 Tokyo Times 这家报社。动词是 is，动词是 is。应该是说，动词是 is seeking，正在寻找。好，寻找什么呢？An outstanding candidate，这个是受词、主词，所以主词、动词、受词都有了。那这边应该要插入的应该是副词，要修饰正在寻找这个动词。好，假设你都不知道这 urgent 是什么意思，那你会选哪一个是副词？猜也是猜 B 嘛，有 ly。 好，那其实 urgent 就是很急刻的、急切的。那这一题我要特别提的是 C 这个选项啊，这个 urgency，你有看到 cy 结尾，其实这个也是名词，这个是 urgent 急切的名词。好，没关系，反正这题我们猜得出来是 B。这题四个选项都是副词，所以它考你的是意思。好，那有些字我们刚刚都有教过了。他说，Jackie，didn't want to spend the money，他不想花钱，as he kept coming up with excuse。这里的 as 我是根据意思来判断，应该是当 because 的意思。他说，因为他一直在不断的找 excuse 找借口，所以他很显然的是不想要付钱。所以如果是很明显的话，显然答案是这个 obviously 好，obviously 是显然的。那 nearly 嘞，nearly 你还记得是什么吗？是很近的吗？是距离很近吗？不是哦，他加了 ly，你还记得最后要点六，加了 ly 之后啊，变成不一样的意思了，这是几乎。几乎，那 unlikely 是不可能的，practically 是很实际上的、事实上的，好，所以这题是考语义的，单字的理解度。GD should like to continue walking to work，他想要走路上班，but her new apartment is too 什么？Away from her office，这里有一个介系词 away。好，所以应该是讲说他想要走路上班，但是新的公寓太远了嘛，因为他这边有一个 but，所以是现在不能走路上班了，他应该是太远了，太远了。既然是太远的话，你 A 就删掉了，因为这个语义不合。那剩下的呢？你第一个会想到，我觉得你们可能会答案是 B 吼。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会选成是 distant 的。好，可是如果是 distant 的话，它就是 distant from 了，它不会再加一个 away 吼。那可以跟 away 搭配的是 far away，far away 是很远的意思，far away。好，这里考的是语义。他说，I could 什么 believe when you told me that you won the lottery？哎，中乐透，这应该是很人生很不寻常的事吧？竟然是不寻常的事情，他应该是说我几乎不敢相信，我几乎不，几乎不。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有讲过几乎不是哪一个字吗？Hardly，Hardly 是几乎不。那 B 的 justly 是公平的，likely 是很有可能的哈。什么 be likely to？那 unlikely 就是加了，否定就不可能哈。所以这题应该还猜得出来。13题很简单的单字，可是有点难度哦，有可能你会掉进陷阱。他说 I was very small for school because I woke up。好，来先分析一下。我非常的，I was very 好。这里第一个，你先告诉我第一个空格要填的词性是什么？I was very 这里是有 be 动词，be 动词后面要填的是形容词。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填的是形容词。
形容词。好，好，because I woke up. Woke up 是动词，所以动词后面要用什么词来修饰？副词。好，那所以应该是说我到学校我迟到了，因为我晚起。那既然是晚起的话，应该不会有 early， 所以 C 就删掉了。好，那我说这一题后单字很简单，可是啊，我问你 lately， 很多人会选这一组，可是 lately 是什么意思 ？lately 是我们刚刚有讲特别抓出来的陷阱字，就是。它如果加 late 是晚迟到的，可是如果加了 ly 的话，是跟迟到没有关系，它是代表最近，最近来进来发生什么事情，最近。好，所以你还那，所以答案是哪一个？late 啊 ，late 这个字，它形容词跟副词都长一样，所以答案应该是这个猪哦。你有被骗吗？来这一题 ，I can't play volleyball， 我没有办法，玩我打排球没有打得很好，但是我打羽球打得很好，所以这里应该是要修饰，应该要填副词修饰 play 这个字，好，所以I can， 这里要是副词，副词是哪一个副词？Good 是形容词 ，better 是 good 的形容词的比较级。那只有 C 跟 Z 是副词，所以但是 Z 啊，那个 nice 也是说很漂亮的、很和善的，所以意思怪怪的。所以打得好不好的副词是要 well。好，十五题 ，clothing production，clothing 是衣服了，所以是衣服生产 ，has been， 好，所以这里动词在这里 has been， 已经是好，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 Rus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已经是俄罗斯瑞星产业发展重要的一部分。那动词有 has been 了，那这边插入的句子应该是要找那个副词，所以副词 historically 历史上的，好，历史上的，所以这题选 C。那特别要讲一下 ，historian 是名词，是历史学家。historically 你有看到这里有一个 al 吗？historical， al 结尾的通常是什么词？形容词。这里，所以这里是猪是历史的。那我们要选的是副词，所以答案是 C。十六题哦，一样是开头，然后又一个逗点，所以这应该是要选副词，要修饰后面这一整个句子。那所以副词的话，应该是 be 或是 do， 那我们就看意思喽。他说 ，the bus was a few minutes late。好，巴士就是 delay 了 ，so we were able to catch it。原本是他可能是什么，就是本来快要搭不到公车了，可是他说还好公车就是自己也 delay 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搭得上这班公车。好，所以根据你应该是 luckily， 好 ，likely 是有可能的，这个放带进去意思就不符合了，所以这题答案是 B 没问题。这一题四个选项也都是副词，所以要考你意思。他说 the house is 什么 located， 然后 be located 就是位于什么地方，位于的 Shibuya， 哦哟，日剧迷知道这个地方吗？ Shibuya 是涩谷车站。好，涩谷车站是交通很方便，然后
吃喝玩乐都应有尽有，所以它应该是，the house is conveniently located。那，gladly see 的 gladly 是很开心的，heartily 是哪一个字？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好多次 heartily，heartily 是几乎不好，所以答案应该是 B。来，这一题他说，We have to keep a close eye。我们要紧盯，紧盯什么啊？The stock market 要紧盯股市，好，股市的波动，because stock price 好，所以股市的价格会 fluctuate。fluctuate 这个字啊，在金融考试里面很常会看到是上上下下波动起伏。好，紧盯。股市因为起伏应该是很长吧，吼，很快，常常在起伏，fluctuate quite，这里应该要选的是副词，要说是 fluctuate，好，所以既然是要副词的话，形容词的删掉，哪一个是形容词？many 很多的是形容词，frequent。很长的是形容词，如果你这边是 frequently，这题就对好，但是因为这 frequent 是形容词，所以你要么就选 often，要么是选 always，这是频率副词。那应该是说很常变动吧，好，很常变动，而不是就是一直在变动，因为这个 quiet 就是有蛮。有已经有蛮长的了吼，所以这句话的语义应该就是 quite often 才对吼。我们很少会讲 quite always，就是 quite 通常都是配 often。哦，这里有一些单字大家可能不认得。他说，because any wasn't flexible，flexible 就是很有弹性啊，就是事情很圆拢这样子吼，做得很圆拢。它不够有弹性，不够的圆拢，to compromise 就是它在协调上面不够有弹性。She lost，所以她丧失了 the bid 是标案吼，就是她出标，结果被人家拿走了，就是反应不够快。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 flexible 应该是说不够有弹性，好，不够，wasn't flexible enough，应该是要 enough 才对哈。Will 就是跟语义不合了。那 much 是修饰不可数名词的哈。那 very 是修饰形容词，所以这一题应该是选 enough。好，最后一题了。他说，to assemble the tables 要组装桌子的话，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Begin by 好，by 后面加动词 ing，就是移开，好，拿出来，拿出 the table parts 的零件。好，所以这里应该是要填副词修饰 removing，就是这个动作移开的动作，好，所以要填的是副词，要小心，小心，小心，那就是 carefully 啦，秒杀。A 跟 C 都是形容词，careful 跟 careless 就是都是不小心的，careful 是小心的，那我们这题要选择就是 carefully。副词，耶，20题小试身手都讲完了，拜拜。